我就出去。最近呢，在网上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火，有那么三个人啊，伪造老干妈的印章，骗某鹅合作了一个价值1000多万的广告，其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搞点附赠的游戏礼包拿出去卖钱。你好歹也是身价1000多万的广告，这么容易就被骗走了？吃瓜群众纷纷表示，这事儿太荒唐了，而且这三个人的风险跟收益根本不成正比啊！反正我是无法理解这种迷惑行为啊！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怎么想的，细思极恐。这件事儿它间接的导致老干妈的销量暴涨，老干妈获成最大赢家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也来跟着风做一期关于老干妈的视频，买光老干妈所有的产品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做成一个火锅汤底涮火锅吃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试了才知道。那这个价格吧，远比我想象的要低啊，只花了不到200块钱就买光了。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香辣脆油辣椒，香辣酱，风味水豆豉，风味腐乳，番茄辣酱，牛肉末豆豉油辣椒，香菇油辣椒，辣三丁油辣椒，油辣椒，风味豆豉油辣椒，干煸肉丝油辣椒，肉丝豆豉油辣椒，香辣菜，最后还一包火锅底料。没错，老干妈的火锅底料头一次见，我也是看了它之后呢，才萌生了这个做火锅的这个想法，味道肯定比它好吃。就别说这个火锅底料了，光这些罐装的老干妈，我都有好多从来都没有见过，超市里面常卖的好像也就2-3款嘛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开始做吧，准备一个锅，各种产品呢都给它来一勺。这个火锅底料呢，我们也给大家加一点，给它架上去，开小火，稍微给它翻炒一下，让它变得更香。藿香正气液火锅也是用这个锅做的，那个味道至今都没有散去。今天正好用这个老干妈来压制一下它，炒好之后加入2段大葱，适量清水，盖上盖儿，开大火给它烧开，开盖儿。哇哇哦，不愧是我精心研制的火锅底料，看上去挺好吃的。你精心研制个屁，看起来就特别像那种香辣的那种火锅底料，而且比它那个味道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悠长。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吃，先来个羊肉卷。好吃嘞，真的好吃，香香辣辣的，回味特别的丰富，我觉得应该用复杂来形容，贼有意思，你会品到很多种味道，包括上次残留的那个中药的味道。来，哦，你看这白白的金针菇就被你搞红了，真没想到这十几款老干妈逮在一起，哎，还挺好吃，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味道都比较相似吧，因为很多都是那种油辣椒，不管是什么味的，味道都是特别相似的。你敢说这不诱人？大晚上的吃这个贼棒。我已经将近10个小时没吃饭了。我以后还买啥火锅底料啊？直接整一瓶老干妈往里一怼，加点水就行了。香味辣味都非常的够，就是不够咸啊，莫名其妙的，这个东西单吃还是比较咸的，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就不咸了呢？来个明天见的菇，很高兴我明天早上还能再见。再来点绿叶子的菜，健康。果然就跟我之前想的一样，它根本就不会难吃。我欧皇小王子啊，难吃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，就算是做难吃了，我也不会说难吃。菜得煮到啥时候？我都饿死了，先搞个馒头吃吧。馒头掰开，里面加一勺老干妈。经典的吃法，我以前老这么干，好久没吃了，因为我现在一吃辣的就会上火，长痘。今天为了录视频，我豁出去了。这个老干妈的味道啊，确实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。听说它这个辣椒好像换了一个产地的，感觉还是贵州的辣椒会比较好吃一些。它香啊，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它的味道没有变，但是我们变了，可能就是以前吧，物质条件不是很丰富，就觉得它很好吃。现在的好吃的东西大家吃多之后，就会感觉它好像没以前那么好吃了，也许是这样吧。我就强调一下，今天这期呢，它真的就不是广告，没打钱啊，我就是来蹭热点的。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，高档菜它讲究什么呀？味道多么多么丰富，或者说口感多么多么的好，或者说回味特别好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样子好看。我觉得这个火锅呀，基本上全都达到了。味道不丰富吗？十几款酱料。火锅嘛，口感就看你放啥东西了嘛。外观确实，哎，也挺漂亮的嘛。你说说是不是？是的，请扣一啊。所以说，你看我这么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高档料理，老干妈火锅，吃货小伟美食店，吃货小伟美食店开始卖火锅了。老干妈火锅每天限量供应，时不我待，赶紧抢购。把这个馒头和这点菜吃完，我们就先到这吧。毕竟大晚上呢吃这么多，那体重蹭蹭蹭的往上飞啊。虽然说我这两天轻了1公斤，但是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。
不，还是吃饱了舒服呀。稍稍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哈，讲真的，它这个整体的味道真的挺棒的，香香辣辣的，就是缺点盐味儿。然后这个辣度吧，对于我来说刚刚好，就是微微的辣，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就跟没放辣椒一样。一瓶放一勺的话，它这个油量也是刚刚好，不会特别的油腻。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嘛。然后最好是用高汤，让它的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视频呢先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呢，可以点个赞来一波，顺便呢别忘了关注，数字三连，感谢大家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